大家好，我是小月妈妈。今天把之前买的辣椒苗种上，那些辣椒苗买回来差不多有半个月了都没有种。哇，这个土比之前好多了，现在挺疏松的。挖了一排，就这个盆子里有虫子，这个好像叫地老虎，一个盆才有两只呢。最近天气不太好，不能晒一下土，就这样子松一下，直接种上辣椒。去年攒的这一袋猫砂，现在还剩这么一点，今天就可以把它用完。这是我前段时间买的辣椒苗，前几天还是被水泡坏了几颗，今天要赶快把它种上。没泡到水的辣椒根还是长得比较好。买回来的菜苗没地方种，就可以先种在育苗杯里，后面清理好地方再来移栽。天气太热的话，也可以先种在育苗杯里，然后再放在阴凉的地方长，长出根之后再来移栽，这样子成活率就高一点。现在盆子不太够，我就是一个盆子种上两颗。这一个是广西彩椒，今年买了三颗，这个一颗也可以长很大，种个两三颗结了好就够吃了。种好之后再浇一点水，过一个月左右就有的辣椒吃。